本人很信佛，但还未到死心塌地的信佛念佛，请开示如何坚定对佛的信心啊。你已经很念很信佛了，有个很就很了不起了啊。死心塌地呢，一般人都很难达得到啊。在信佛的过程当中都会有怀疑啊，是不是佛真的有啊，阿弥陀佛是真的吗？他临命中是真的会来接我吗？啊，他跟我是什么关系啊？啊，等等，他会浮出这个疑问啊。现在你能够有初步的信心，那你就加大自己的这个啊，听闻佛法，读诵啊大乘啊，多接触善知识啊，然后呢，每天坚持念若干声佛号啊，这个过程呢，慢慢使你啊到达死心塌地的程度。在华严经讲实信啊，首先菩萨的实信实住实回向啊，实行啊，实行实回向到实地，他那个信呢，是用文殊师利菩萨来表达的啊，信就是智慧的问题啊，所以叫信藏，信心是一个宝藏啊，你把这个信心宝藏完全开显出来，那你全体就是全体的信力就是如来之力啊，这一定要到实信满心才能够说你死心塌地了啊。但你现在有相当的信心，就从这里作为良好的起点啊，向前迈进就行了啊。来到东林寺后，与众隐友交流，听到很多鬼神之说，心生恐惧，如何解决这种心态啊？这个鬼神是存在的啊，鬼神也是六道众生的之一啊，鬼神也有佛性，我们也曾经住过鬼神啊，现在我们要去捉佛去啊，所以你不要去恐惧，如果遇到害怕的时候赶紧念阿弥陀佛，就会远离恐惧啊。佛法若不外求，念怎样反观自己？念佛之心当下便成佛，也就是说念佛时的心当下就会成佛，倘若今天念佛明天不念，也就是今天成佛明天就不成佛咯啊，这个天为什么天台家会谈六级佛啊？首先是理级佛，理级佛是一切众生本具的啊。名字级佛，透过善知识开始或者读诵经典，我们了知我具有佛性，名字级佛。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就得要开始修行啊，观行级佛啊。观心即佛，这就是原教五品位啊，就是要修止观，要修六度啊，能和相似即佛啊，到了切近真如自性相似的地步啊，然后再到分正即佛，然后再到究竟圆满佛啊。了解这个，我们说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你当下能念的心就是佛心，但你这个佛心终究是能成佛，就你现在这个心还是具足着烦恼的啊，不是说你已经是就近觉佛的程度，是说你是理即佛啊，具有全体的佛性啊，所以你今天念佛啊，说你当下这一念心就是佛心，但你是啊，不是就近圆满的佛，你明天不念，明天你还是凡夫啊。那么我们是念佛求往生之后，到西方极乐世界把这些烦恼全都断尽了，这时候你就成佛了，成佛了你就害怕今天成佛明天不成佛的问题了，
啊，就是黄金从这个矿石里面提炼出来了，你就不要担心这个黄金再会变成矿石了。问题你现在还没有提炼出来，啊，这没关系。啊，有两个问题曾有疑问，啊，我知道社会是个大染缸，深知不敢久待，但是却一直下不了决心出家修行，请问应该怎么办？一个体弱的中年念佛人，怎样以一个身体健康的、执着于名利的和无神论的寡母老人相处才算孝顺？啊，首先社会是大染缸啊，我们就要出污泥而不染啊。为什么要生性切愿？用要有莲花的品格啊，你不要同流合污，你心存厌离之心，你心存这个念佛求往生的心，那么你当下就是一个莲花的这样的品格啊。之所以能不能出家，这是个人的啊因缘了啊，这个倒不要执着啊。尘缘未了，居尘学道也是可以的啊，往生一法，不论出家在家啊。但如果你真的发了大菩提心啊，尘缘也能放下啊，这时候可以考虑出家的事情啊。那么看来你是一个体弱的中年念佛人啊，对你的怎么跟自己的父母关系处好的问题，首先你不要在信仰上去执着，首先你在一种啊亲情关系上，她是你的母亲啊，而且是寡母，你得要孝顺她，在生活上关心她啊。她是无神论啊，她是啊这个追求名利，这是我们这个世间大部分人都是这个样子啊。你不能要求你是这个样子啊，你不能要求你的母亲就一下子是一个啊很有超越意向的、很不执着名利的一个啊虔诚的、每天念五万声佛号的老太太啊，那个不容易碰得到啊。不能碰到，这怎么相处呢？你先从儒家文化下手啊，这个先要孝顺你的母亲啊，先要尊重她的意愿啊。她无神论，无神论怎么办呢？你也得先要做好你儿子的身份呢，然后把你的念佛的功德回向给她啊，默默的祷告，慢慢子转化啊，可不要导致一个紧张关系。你天天讲你这个无神论，你这个怎么啊？你怎么这么吝啬啊？这么你不要去进行这个母子关、父母关系和子女关系，不能去折善的啊，一定要保持一种父母和子女的这种天然的亲情关系啊，慢慢转化啊。学佛人不应打妄语，若遇到工作中不得不说的谎话，虽非我本意，是否也是造业？应如何处理？啊，这个你不得不说的谎话，只要你说了，啊，肯定会有因果的啊，不管是不是你的本意。怎么不是你的本意呢？只要通过你作为一个主体的一个啊一个生命体，别人叫你说，你同意的说，这就跟你有关系吗？你的责任是不能推卸的嘛，啊，所以啊，这个尽量还是避免啊。很多职业会涉及到杀盗淫妄酒，你认为将来从事哪种职业最为合适？啊，不一定是很多吧，啊，杀生，难道你会从事一个杀人的职业吗？世界上也找不到一个杀人的职业啊，啊啊！估计那些现在的妇产科的医生可能会涉及到堕胎的问题啊，堕胎的问题虽然是他这个，但是他有因果的啊。去年来这里参加十天百万佛号闭关的一个四川的女医生，她已经到了，她就是一个妇产科的医生，
他已经到了这个手啊就不能伸直，手指发黑啊，走路都晕乎乎的，要扶着墙壁走。他只有不到40岁的年龄，到了这时候他就警觉了自己再也不能这样下去，赶紧跑到东林寺想的闭关。这时候他真的是填写那个表啊都是颤颤巍巍的，都写不出那个字，他都躲在一个角落，生怕我们的智克师看到不让他闭关啊。这时候他还是进去了，进去以后这10天他念得非常的恳切啊，你非常的忏悔，每天跪在佛面前痛哭来念，哎，念出来效果非常好，手也伸直了，这个手甲也不黑了啊，全身非常轻松了。他这个10天当中，真的把他很多的罪孽都给他消掉了啊。然后他下定决心要换一个科室了啊，这里就得要有一个下定决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避免这些东西，杀生、偷盗啊、邪淫、妄语啊、卖酒啊，这些你还是要回避啊。世间上的职业很多啊，我想一定能找到远离杀盗淫妄酒的职业的啊。你好好念佛祈祷阿弥陀佛加持，一定能如愿啊。净土中的祖师让我们老实念佛，以前的古人比较淳朴还能做到，但现在的人却并非能做到这老实两字。请问法师，针对现代人福德浅薄、心浮气躁的根性，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能让我们做到老实念佛啊？你就想到我马上要死了啊，天天想死，把死挂在额头上啊！这是印光大师转述印，把死挂在额头上，时时关照，你就会老实下来啊。观经中讲到，净业三福是过去、未来、现在30诸佛净业真言。请问法师，如果我们只念佛不勤修净业三福，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吗？啊，那么这个净土法门，它叫普门法门，普摄一些根基。你修净业三福，或者三福齐修，或者齐修一福回向啊净土，能往生啊。同时你没有修净业三福，你只是信愿持名也能往生啊。个人根基不一，你找到自己适应的一个渠道就可以了。观心是念处的观心，如何观心啊？如何观心？你这个佛心安住在佛号上，这个佛号孤名立立，听得清楚，这就在观心啊。怎样才能做到时时快乐，天天快乐？我很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因此特别烦恼，怎样才能排除这些多虑的想法？每到黑夜就有种害怕的心理，怎样才能排除这种害怕的心理啊？这些啊，我们都这两次课都谈到了这种啊无我的问题。你为什么会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你还有一个很强的我执，有这个我执就有忧虑啊，你就为别人的看法而活着，你可不是很累吗？啊，要知道真正的快乐不是来自外面的别人的评价和外面的感官的这个满足，而完全是来自于我们内心的觉受啊，所以一定要回归啊。那么这种害怕也是来自一种我执的啊。如果你能够把诸法的空性能够了解，甚至没有个我，连害怕的主体都没有，还有什么东西呢啊？所以你怎么排除害怕，
怎么获得快乐？还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就能时时快乐啊，天天快乐啊，一点啊，远离恐惧啊，远离恐惧。修净土法门，每日必诵哪些经文？为什么？如何做回向？每天至少念佛号多少声？早晚礼佛如何做祈求？啊，我们编了一个净土啊五经日诵纪要，大家都念过。昨天中午，你每天能念那个就可以啊，在半个小时左右把净土五经的精华都念到了啊。这个五种集呢，完全是一个净土中祖师给我们选下来的，我是把它编在一起，作为居士用这个做早晚定课是非常好的啊，你就这样念就可以啊。回向我们一般做完功课都有回向文，我们后面也有莲池大师的回向文啊，那是事理都是非常系统周详的啊。如果你在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在念完佛时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父母，这种回向也可以，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回向文也可以，回向文也有很多种，选择跟你相应的一种就可以了啊。我们如果要恭敬文字，在家有什么简便的方法处理废弃的带字的纸张啊？在家五戒居士只买做荤菜但不杀生，是否有罪过？比如做蛋类、现成的肉类等等啊。你如果恭敬文字，你可以找一个专门的焚化炉子啊。焚化炉子呢，你就啊专门焚化之后，用一个干净的布把它包好。包好呢，你就有方便的时候到大江大湖啊，这个绑一块石头沉下去，哎，你就做到了恭敬了啊。那么五戒居士啊，你啊只要不杀生啊，吃三净肉啊是可以的。或者作为家庭主妇，你这个家庭成员要吃，不做也不大好，这样就啊去做也不算是有罪过啊。但一定要心里默念佛号啊，希望自己的家人尽快也能够走向出吃素的行列啊。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第一个问题很显冒昧，大安师，你是对佛法是否有从不信到信的转化过程？如果有，想请大安师谈谈。我想这将会对在座的目前信心还不足的同修增强强大的信心。啊，哎，你说的很对，我也是有一个从不信到信的过程啊。这个时代的这种共业疏感，我也是接受这一套教育过来的啊。这个小学的时候是在文革的时候度过啊，以后这个啊毕业参加了三年工作，改这个七七年恢复高考啊，我是七八届的啊。这个那个七八届的这个校园还是比较什么，比较大家都比较努力啊。这个确实从文革的沙漠当中，文化沙漠走过来，对那个学习的机会还非常珍惜啊。再一打开眼界看国外的情况，感觉到中国实在太贫穷落后，所以那个时代的大学生还真的是有种理想主义色彩呀啊。振兴中华从我做起，那真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任何的这种思想政治教育出来的啊。但是我们啊那段时间还算思想比较解放，但思想解放我们大量的都看西方的书啊，非西方书不读啊。还是对宗教非常革命，没有了解宗教的途径，在我们的教育的词典当中，这是一个跟我们啊这个不搭嘎的一个东西。所以
啊，谈不上宗教信仰，啊，甚至有时候一想到宗教信仰，那本能的那给我们灌输的那个鸦片呐、啊、避难所啊、精神枷锁、啊、这些负面的词，它就自然就出来了，啊，就是搞得我们是长期以来对宗教不感兴趣，所以这种啊、信心呢，我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是从八九年以后。八九年以后，哎，这个有过一段时间呢，就是大家都去练气功啊。我也是在北京呢，知识界很多人练气功，我也卷到练气功的里面。哎，这练气功慢慢的就发现，哎，宗教这些东西啊，当然我对这个佛教的相信呢，还是一个特殊的因缘。这个练气功，练功跟那个宗教还是不搭嘎，但练气功有个，哎，我。